我的眉毛还没画。嗯，哟哟，谁看见我的拐杖呢？我这光环怎么样？各就各位。五、四、走，嘘，三、二。五安石创意呢，主要是结合数位科技来诠释艺术文化内容。那我们的团队主要都是以创意为主，哈，最主要是希望透过比较数位的语言呢，把一些老文化的这个精神能够传达给现在的世代。你要怎么样让大众能够亲近这个文化艺术，这种比较有深度的内容，你一定要结合娱乐的手法。所以不管是透过游戏，透过一个动画，能够以现代比较熟悉的语汇能够来传达它。嗨，我是马蒂斯，绘画跟旅行都是我的最爱。今天王石小子将我一生的回忆设计成画卷之旅，由我亲自领队。文化了解的过程里头，我们希望能够有更细腻的设计，不管是强调互动，或者是去把那个古老的文化它当时的情境能够还原，好，让大家能够好像回到那个时光里头，能够有一个深刻的体验。塔斯邦这个原创动画，希望去创造一个卡通明星肖像，所以我们称它为原创的造星运动，这样的一个 model 对于台湾在发展数位文创，它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标的。